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晚推迟在一项巨额政府预算法案进行表决，这项预算囊括绝大多数政府部门到2015年9月份的开支。预计国会参议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对这项总额是11000亿美元的预算投票表决，临时延长政府资金到下个星期三。